现在有空，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赶过来。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行为举止是有些洒脱，但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喂，我们的女儿行止有心。说什么呢？她渴。你继续去我案，我已经跟爸说了，让他晚上来找你。吓得我不敢了，对不起。不是我不配合，你别再惹事了行吗？他根本就不配我的呀！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？明天你陪我去陈家面馆吃碗面吧。你别说话了，就是你，你赢了。你需要被动变主动。全都给调出去了，怎么样？我什么都没干。还是静哥哥好听。真的压力很大。